有一次我吃掉一个蛇，我来了，哎，所以要怎么样跟你熟呢？就是要大概花多久的时间，或是怎么样？他想要长得好看，八年。被针对性的，那个这里不能吃那个蝎子，也是一样。为什么不能吃蝎子？变胖会变成龙虾。大会铁达尼来了，这会不会真的让我们去铁达尼撞冰山呢 ？Sorry。Everybody， 嗨，大家好 ，Stories。Stories，OK， 漂亮的女生哦，大家都认为她是据点王。你是不好聊吗？不好聊吗？应该是你没有遇到会聊的人吧？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据点王就是跟我聊的人，而且他现在从出来到现在一句话都还没有讲哦。他为什么是据点王？因为别人一直在讲，他没有机会讲嘛，当然据点。长得漂亮，然后在学校里面你自己就独来独往，不跟人家往来。你没有朋友啊？对啊，对，因为我比较慢熟，所以我们之前大学会有一些新生活动，或者是比较嗨咖同学会主动来跟我讲话，那我就常常据点人家。哦，那就没办法。你干嘛据点人家？不知道怎么聊，不小心。不小心就据点，不小心。好，有一个问题，她一定是家里的独生女，是吗？有兄弟姐妹吗？因为兄弟姐妹多的社交关系不会太差，对啊，就会交流嘛。顶多就是一个大她很多的姐姐，就不太会交流。我有两个姐姐。两个姐姐，真的假的？都大二十几岁。那你很多吗？没有，一个四岁，一个五岁。那大很多哦。对，就不是等于是同年级的。你问他是不是啊？问他最后一个嘛，大四五岁。对啊，不小心嘛。哦。但是你的工作是什么？你是当 model 啊？对，当 model 拍摄活动这样子。啊，如果 model， 比如说他们要拍一个开心的欢乐童年，我还是可以啊。可以吗？那来一下欢乐童年，搭配一些。可我是拍摄介绍东西。哦，你是动态的直播介绍？不是，就是介绍服饰啊什么的。哦，懂。那假如说你要卖你今天身上这一套，然后是要卖给小朋友穿的童装，大家好，你是 Doris 姐姐这样子。你说怎么介绍吗？开心的，可爱的，是小朋友在看哦，小朋友。嗨，我身上这件衣服啊，就是我觉得它穿起来就是超级可爱，然后有一点带一些性感，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呢，就会显身材这样子。我好像没有感觉到欢乐，没有欢乐，我感觉不到，好像快要落泪了。我成为一个老板，你的业绩应该是不好的。对了，今天比较紧张啦。啊，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如果人家追求你，我不喜欢你，因为我比较冷面的关系，所以就是比较喜欢反差萌，然后又贴心的男生，贴心的啊，对，反差萌什么？就是外表很长得好看，然后但很凶，可是其实很暖，冷一点的。但是在我就是私下的时候，他是很火热，对，就是会撒娇可爱的。在外面是很冷，但在你面前就是很可爱。他喜欢对对对，像我们之前就一起去逛家具，他就会买一些小花的拖鞋。现任是吧？没有没有，之前前之前的哦，之前哎，好会问哦。买一些拖鞋，对，买一些拖鞋、地毯，然后是小花的图案。因为我有另外一个绰号是小朵。哦，小朵花朵的朵，对，然后他就买这些，主动买这些，然后回家布置，我就觉得很可爱。哦，喜欢那种暖的，会劝退不自信的男生。你要追他，你要够自信。对呀，那自信不足，女生都不喜欢畏畏缩缩的男生呐，对不对？喜欢就是比较大方有自信的。啊，他大方，你又那么冷，那他没有回应，就据点人家。没有，我是慢熟。熟了之后我就不据点了。哦，对，我不会据点。但是要怎么样跟你熟呢？就是要大概花多久的时间，或是怎么样？他想要长得好看，八年。被针对性的，要瘦一点的啊。幽默很重要，幽默很重要啦。对，有点肌肉的可以吗？像他冷面，其实我不会那么害怕，是因为我只要摸肩膀就热了，因为肩膀是 shoulder。
修哎呀，哎，这个你直接用过了，今天第一次用，好像效果不如预期，对他好像还好，好吧，还没有看到，算了算了，没关系，不是尴尬的微笑，我要求的是肩膀的意思，吴尊对全球暖化有贡献，对对对，他让我们冷起来了，效果不如预期，对，接下来登上我们。铁达尼号这位不承认，哎呦，杀气很重，一起来欢迎芬芬。这边还有一条龙啊，哈，是是，哎，芬芬感觉是要来攻击的。他本身在上班的地方就是礼仪公司，他担任送行者。是是是，对对对，哎哎，跟大家 say 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芬芬。芬芬，哦，阿丽这是鼻环呢。对，这里刚好也是一个芬。阿丽这里可是有些恰龙恰后，这是龙，真的是龙啊，这边也有龙啊，哈。这是一对的哦，连起来。那你本来就没有要涂色，对不对？这个龙风格，龙没有刺在。这里的后面有别的东西哦，真的哦，你们知道为什么龙不能为什么龙不能龙背哦，狼狈狼狈哦，龙背哦，哎，蛮美，就跟那个这里不能吃那个蝎子也是一样，为什么不能吃蝎子？变胖会变成龙虾。那个是要隐控啦，七杯龙，起码我们看大口吃龙。因为我本身的兴趣跟之前的职业是健身教练哦，所以他是扎实的健身教练，哎嘿，对，所以比其他美女还要再扎实一点哦，有感觉到，有感觉到，扎实没有问题，但是好啊，你要上课，你对学生那么冷，谁要上你的课啊？怎么卖课程？我其实，在健身房，很像有另一个人格跑出来，真的哦，怎么样 ？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芬芬老师，我是杠铃老师，芬老师，杠铃姐姐啊，要教你杠铃哦。哦，所以工作场合不会啦，对，啊，平常就这样，啊，平常就用，哎，对。哦，因为你能量都在那边用完了，没有错，就冷冷的。举重举不起来会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珍重，再见。哦，好。你懂我的感觉吗？就是这么冷。珍重，再见。哎，效果也是不如珍重再见。其实不错啦，但是他刚好不喜欢这个点。对。啊，那家里都没有人跟你讲吗？你一个脸不举。刚才哎，闽南语讲那臭脸，对不对？一个脸那么臭，怎么办？啊，人家怎么接近你呀？啊，我们这是人要够社会化。嗯。啊，有一种妈妈就这样啊，我多啦，阿姨，我个性都。他还是个妈妈。这不是个性的问题，这是家教的问题。家教，我们家的孩子，哎，他叫阿姨，他阿姨你好，眼睛看着对方，然后礼貌，对，应对进退，对不对？待人接物。他妈妈没有讲你吗？你是口音，阿你跟他 get 掉，叫晒 get 掉。怎么会没有呢？我妈妈也在骂。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就是其实就是没有表情，就是长这样。哦，不标准。对，妈妈在念我嘛。对。啊，我就是活该被念，我也不能讲什么，我可能就是这样。一样就对。啊，妈妈就说：“啊，你是在不开心什么？”哦。嘿，说我没有在不开心呢、啊，可是她就会觉得说：“啊，这次就是你长你生给我就长这样啊。”对对对对。那就笑一下就没事了。所以人家说职业性的微笑也是要要啊，要露七根牙齿，有没有？嗯，对，七颗是最漂亮的。七颗啊，哎，安妮是露一整排的牙龈，对，一颗牙齿都没露出来。这个叫笑脸迎人哦哦，牙龈的迎。果然效果还是不如预期。然后人家推销员遇见他哦，本来小姐小姐不敢讲，不敢靠近，真的哦，可以略过很多推销员。就像我之前有一次从台南车站出来嘛，那边会有很多爱心笔推销爱心笔，然后那时候啊，我就看到有一群男生。三四个男生目标往我这边要走过来，对对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，我要赶快走掉。原本是跟我朋友一起走出来，对，我就走很远了，然后我就
啊，我朋友嘞，你转他，哎，我朋友嘞，拦下来了，对，只有我朋友被拦下来，他已经在买了，对啊，我还要回去救他这样子，那你就把刺青露出来，啊，起码洗杯杯上，杯上，杯上啊，杯上密了，那个时候没有刺青呐，哦，哎呀，只可能这张脸真的是最原始的，他讲话很像那个哦，宗教的师姐呢，啊，不啦，我要卖，也是反差蛮大的。对，讲话很有亲和力。这三个哪一个是比较符合你要的型？诶，哇，可能是这位 Echo。谢谢谢谢，送喽 Echo， 来，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东西？还有什么东西吗？那他既然选我，就同一招哎。哎，你这样子，你今天应该买的那个爱心的那一盒，又是金沙。对啊，我说同一招哎，金沙，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对对对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要不要？你就这样，你不要退缩啊 ，Echo， 你说什么说？在那里，你怎么突然害怕起来？你要跟人家介绍一下，他是你是蛇郎君，我是蛇郎君，蛇郎君，蛇。有一次我吃掉一个蛇，哦，我来了，哎。哦，好帅啊！哎呀！哇！令人鼻酸，好想哭。哇！哎，哥，你不要这样。蛇郎君，是我太喜欢这种氛围了。很屌，很屌，很屌！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问他讲，那峰峰觉得他表现的好不好？哦，很厉害啊，都跑走了呢。哎，跑走了，没有灵性，蛇行走了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峰峰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